来看一下收针怎么收。这个地方我们一开始收的时候剩的是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加上边上的这个辫子是7，那我们这边就弄数七针过来，把胶扣取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抠到这里，抠到第七针跟第八针中间。那我们把这个七针织过来，第一针都要挑下来，绕下去，绕成辫子，再织平针过来。织过来之后，七针织过来，等会到反面去收针。收针之前，这个记号扣挪一下位，把记号扣取下，朝前数两针，一针两针数过来扣上。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朝前扣？因为我们这边是在加针的时候两针两针的丢，那我们在这边收针的时候往回去收针，到正面来的时候每次都朝前织两针过来，再返回去收针。扣完针，整个织片放到反面，往回去借针。第二步是去绕线，第三步是来环针，环完针之后往回织收针。反面回来，最后剩一针两针并掉，两针并一针。那反面收完，我们现在到正面，第一次收针就结束，然后来第二次。